现在一次的成功学院可以在全韩国八个地方同时举行，超过一万多人的参加，我觉得我看到我们台湾未来的希望，因为今天的韩国就是我们明天的台湾，所以希望我们大家一起继续加油。虽然上个月在台湾有颁奖过了，但是今天呢，来到现场呢，由我们的董事长再一次的颁奖给我们，内心啊感到非常的高兴。我也希望我们所有台湾的会员们也能够继续的努力，坚持在爱多美，你一定会成功的。我这一次很高兴来韩国参加这一次的尊王成功学院的颁奖典礼现场。我看到现场一万多个爱多美的家人伙伴们，每一个人怀抱的期待、兴奋的心情来看这一次的尊王颁奖典礼。我希望台湾的全体会员，我们一定要对爱多美有信心，而且你要相信自己，有一天你可以站在这个舞台上面的。伙伴们，我现在正在韩国成功学院的现场，今天是第四位尊王的颁奖典礼，然后我们所有台湾的皇家大师跟王冠大师莅临现场，我们今天来感受尊王大师的颁奖，也希望这么大的场面很快可以在我们台湾出现，大家加油喽！